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？看手机。晚上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做什么？看手机。给家人送一件礼物，你最想送 Prada 的哪个单品？包， Prada 的包给妈妈。用三个词形容一下你心中的 Prada。 优雅、先锋、创意。第一眼看上的 Prada 单品是什么？是皮鞋。